先走十七拱桥。做抖音回家看哪个好看，做抖音呢。嗯。嗯。那你去边上玩吧，你走过去。哟，找人收费吗？对呀、啊。不是免费的，我还以为都是免费的。那他是要的，先要走站买票。可不嘛，那三碗面三百，红牛啊，一盒盐的红牛，我操。帽子摘下来。你在放书包里吗？我就是保安官。你现在保安当店就是保安当店。你保安干？可以了吗？老虎，这老得活的。你不小心自闭了。是。再发个微信，你解不动。哎，这亭子不让进了，现在。今天温度高。
挂车不就十七孔？挂车那个。这是。他那这边可能是特意凿了，他们水泥铺做的。那个这也是，这是颐和园标志性的十七孔墙，那边是浮梁阁。不是，你们说门口也掉一堆蜜蜂啊？真的，我觉得这个地方。是吗？是。哎，不可以。你脖子掐了。知道什么叫打脸吗？这就属于打脸。刚说完，经典的对面。这一张吗？那边就是西堤，那就是野鸭。一进门口，人最多的地方。因为他制作那个糖呢，还有好多别的团。是。啊，那是西堤嘛，就是最远的那个。理论上好像从这个它打过不去。那这么能绕的，你绕整个昆明湖一圈，你得从那边绕。给你，给你，那还要配重点。野生的。你看，把那真真是。不要拍照了。回去啊，我要前面走，真的不去。那我们也可以回家呀。你看看看。这那鸭子，野鸭。有不急。圆圆，当时看着圆圆就叫安顿安顿。为什么？不，这体型差不多。这就是个岛。圆圆还得再走一个。来都来了，你就带去。我拿这个是穿胶衣。你看，这才没风呢。刚才那个风跟我做最好了，我刚说我就来了。一看就叫松鼠。错。没有进去。没了。不开放。你看，那边多少？看旁边那个，估计也不开。出去出去，拿着。出去不行。不行啊。
哪敢上外面玩，那这自己分都不够。走啊，赶紧钱是吗？两百万呢，还真想了，两百万都提前了。嗯，这是最暖和的。那我那个油锅也有个点儿，今天都在那边。家里的。嗯。怎么呢？你们那迈不开步啊？那走起来反而更累了。走着瞅，比如我这条给撒拉开。嗯。看看玲珑宝塔。那是月亮。那玲珑，那莲花。等我。等我吧。行，谁也别管谁了。哪怕是那儿，那儿的船，那哪儿？不用在山上，关键那个什么冬天，大家穿很多。你看，你看，这在那个环岛那里。穿多也不行。嗯。走两步。这个那冬天穿很多可不能落水，一落水那那衣服一沾了水，那立刻就给你带着。左边，嗯，景点都在左边那。再多点再。这就是你家乡没有，昆明湖上盲冰，因为北京没雪，你看人家今年就没下雪了。吃饭住宿都贵。嗯，是属于那个什么，
咱妈买菜吃用。还有一个化缘的。那化缘那不够长，化缘得长一点。你这个短哈。洗完跟短。我要把它剪断的结实。弄一个那个七彩的。重新买个大。你觉得太短点了。重新可以别。方便呀。我还要背双肩背呢。那我可不想背了。一样。这衣服量不够。对不起，犯贱了。可电视没开。这都是那个什么工作的，那边要出口了，客服。武当山。啥来着？这都是那个什么。你没看你给人家提的那桌儿，你得告诉人家。人家好问啥，你告诉没看。他来劲，他来劲，他不来了。啊，妈妈，那个叫叫啥的运行。这叫抖音吧。是哪个的？而且是免费的。一阵阵的妖风。这边也有关系。这边呢是那个夏天只有荷花，这个是又到花钱的点儿。这个是儿子的词，大家可以把词写在屏幕上，各位。你呀，不知道那个什么典故的话，就可以听见牛的。哎，这大裤子哪里去给你？很轻。大部分五十寸的话都别人家寸的。一万只脚都踩在你身上。对，人性的恶缺乏了解。
将按照北京市禁烟条、北京市公园管理条例，最高可处罚款。夏天的时候就避暑，然后就是。这是玉兰，嗯，这就是经过那个什么幼儿园，另一个著名的长廊。我们去的那个那边导游，你在这边呢？你是跟他爱亲嘴？不在那边，我就在那上面，我肯定没人那专业。你们呢？他讲的比较细，嗯，那你们知道大概啊？爸爸，我知道。十里长廊送什么叫？然后看到这个嗯，我们都是对监管的对象。你看，就像每一个，你们看这个早晚不一样。可以。嗯。全方位无死角。嗯，这曾经是个幼儿园，这个干什么？这是弱胖。真的，真的没有错。嗯。
对，那天天天天暖和的时候就显得那个寒，现在所有东西都能养，天气冷的时候所有东西都不显，嗯，所以说都要讲。嗯，不过那天天天我为了给你发那个体感温度零下24度，嗯，近就是不一样。后来我就没敢说，我上山了。不能让他让，关键他哪能不一个人寂寞？我不管这个，我就觉得我跟外面打工租房有地儿住，你跟人家就别扯那个明星的事儿。开一下，说你也听不懂，但是我就发现你这样，做个水果。还有什么苏州街？自己租了一个四四方方的养。嗯，没事，别的不行。嗯。不能让他看，我去看看他那边怎么样。他那个哪能看房子是吧？嗯。不能让，但实际看来那是没达成目的。反正谈朋友多了一圈逼贱。啥？妈妈过来，过来。那你看，原来捏这一圈，这回捏两圈。爸，爹。嗯，不会。快。那已经不年轻了，回不去了。这没有个正地儿，没有对，他就是呢，就是没有一个。走啊，上啊，走啊。小绿豆。这个事儿，就给他的金主来安排。来走。看看。那时候，老公，他要碰我，怎么腿糟糕了？嗯，对，那，就那个，假装没看见。不是，我也躺着跟他一块哭。嗯，不，那不行。对，我的羽绒服后背我不躺着摸。嗯。哈哈。对。你怎么走着还行啊？我。昨天我景区还需要啊，还要扫码了。那那那那那不那那不用，那那那那那那那不直接扫码就行了。我看呢，不买票吗？入口扫码。嗯，那那走吧，那那这个服务员就不去了。对呀、啊，花钱排队等。如果是调整。三级测试更稳定的话，他直接把我们的手表直接切了。嗯，不对，那那那就怕那这种只买门票。哎、我都没买过门票。你看，那这就进去了。嗯。连我门票都没买。嗯。真是铁人一毛不拔。嗯。你们家那橙子怎么是没坏了？我怎么坏了？你那冰箱温度够吗？温度啊？嗯，你这冰箱调到几了？6月份是吗？嗯，你现在调到几啊？嗯。其实我点了一个冰箱。那不应该坏啊。咱这冰箱确实。不可能。我说还更硬，下面都太硬了。嗯，那应该不会。要用
7点就开了。嗯，妈也太不结实了。太阳。900块钱买的，准备让我1年和100用9年吧。那不会，那你想想，你手机多少钱买的呀？2000多。啊，那2700多，不到2800，30块钱。就是那你想想，你能用3年，才和那个1年900块钱。不是。有，那等，但那这边那它鱼都应该在那边。没敢吃过它。嗯，对。这个，那是你还能看见电视塔。嗯，好像离公子不是好近啊。嗯。陈世美，这幅画叫《大男》。哎，跟中国画了千年的一个大男。接下来呢，给小家伙们找一幅画，这是一首诗，你们猜一猜这首诗是谁？大家来坐一下，没错，这都没有了，还骂人算了。怎么样？真的用文艺的思维去看历史。哎呀，因为我第一反应，听到就。那你就想听谁是第一渣男？不是，我压根没在这里面会给人讲渣男的事儿，好吗？因为这个是怎么形象，是不是？渣男。那天他就说那个一句话，就那个长安的上那个会的那个。还在干啥？嗯。不能，要不就那个流芳千古，要不就遗臭万年。就怕你哪头都不占。也值了，最起码他敲渣男也出去了。嗯，那可不嘛。对，你现实是个渣男。嗯，那什么时候呢都会被人纪念的，这是多大的荣誉。我也是应该快点啥出个名儿。嗯，是。不是，只不过呢，你现在更没戏了。现在那人已经无底线，人把所有招都用完了。你那再用什么招？那老婆在这上面上。你用什么招已经出不了了。这风吧。嗯。你看那就那湖边有风吧？你看。Mm-hmm.